大刚地板球再给他底线 Jordan 空心球看篮下好像有一个受伤的状况哇比赛暂停被顶到了一挥一挥到现在还倒在地上也向裁判有点小小的抗议请从一方回个掌声鼓下是应该是 Robinson 的右手吗因为这个角度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他有手部的动作打到一挥哇导播也是很可爱啊马上就找到我们 Robinson 的好朋友是